然后今天组成一个 team， 然后来跟大家做表演。但是说夏夜呢，还有夕阳，然后还有蛙吉，他们三个就是组成了闪亮亮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会发光，然后刚好要一起闪亮亮 ，OK， 好不好？有那个荧光棒啊、手机的啊，通通都拿出来，然后等一下可以那个 shine shine。
词说的比较激烈的族群那边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唱歌程度比日本国小生还不如的夏昂。人帅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跳舞程度连高中生都不如的夏夜。好，那接下来的组成是非常特别的组合，那我们各自平常其实都有在自己表演的，就是领域。那我是 solo 型，比较全能，插到戏偶像，因为光吉他自己也还有一个，就是舞蹈嘛，也是舞蹈的阿皮拉的。那我是哪样的？我是来自高雄 A B C 团体领头里的夏夜廖志雅。好，那在看完刚刚的开场演出之后呢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有各自的特色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段 solo 组曲，会展现出我们各自的风格，那就请大家尽情期待吧，耶！Let's go.
就是我们三个人各自的 solo 歌曲。那虽然第一首认识跟污染有关系，所以查手但没有关系。第一首就是西洋的风格，就是扭来扭去不知道干嘛。对，那第二首就是我们夏夜的风格，完全截然不同的自制的歌曲。大家有注意到我最后一个转头，其实那个扎眼睛，只是因为我怕有镜头镜头很痛，所以一加动作。对，那我们下面就是很帅气的风格。那我们的蛙琪就是我们这次的可爱担当，对，我们整团里面的可爱担当，非常可爱担当，对，装可爱担当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时间非常快吧。接下来带来两首也是风格非常强烈的，对，真的是有劳我们蛙琪。对，那等一下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喊起来、跳起来、唱起来、玩起来。对，那他的再接的下一首歌，哎，好像台湾还没有人出过。对，台湾好像还没有人出过这首歌，那我们真的不要命的会出了一首歌，对对对。那一样很欢迎，如果台下会跳的，你跟我们一起跳哦，耶、yeah! ！然后我要公布一下，就是希望下次不要被水果封杀，就是这款不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水果在，正在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会，员工想第五届，
当初听说他们要直接接在那边后面跳说这样，然后我当下我就有一个想法是幸好后面有这种，我还跟这边有在一起休息一下。对啊，欸，有人刚刚 一度有觉得说我应该说不会上去，没有。昨天那个挖起帮送 QR code，
演出，那欢迎大家来看演出，然后一样同样在九月的28、29也都有演出，那分别是在高雄跟屏东。是的，那如果有想要知道后续的演出资讯的话，我们八级的粉专是我们的那个摊位上有名片，然后欢迎大家等一下顺便来按那个下夜站的时候顺便拿我的名片。要雌雄同体的，好，那我们也是。